回来了。啊，你干啥呢？我那啥，石头春姐回不来了，我去陪陪她去。不行，这冰天雪地的哪成啊？哎，是冰天雪地怕啥呀？我怕冷，我在那儿长大的。你也不想想，你都有多少年没回去了？再说了，你这个身子板能跟以前比啊？不行，没事，这我多穿点，带不少棉袄。多穿点也不行，你别忘了，你儿子现在是在大兴安岭，这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。你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别不行，没得商量。干啥呢？你这是啊？干啥？你给我放这儿。你说你看儿子去啊？你这是看儿子去？咋的了？你带这么多东西带看儿子去？这东西多了不是方便吗？你到底咋想的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不是，好不容易回去一趟，不回家看看吗？切，你有家吗？你那个家为了看病早就卖了。你再咋，我也是在那儿长大的呀，那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还想给我爹妈上上坟。上坟行，等天气暖和了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哎呀，啥玩意儿？你就让我回去一趟呗。我跟你说不行就不行呗。你这咋啥事都不能商量呢？这是。我跟你说，杨兴安，你那点想法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都几十年了，切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身子板好了，又想计划将来了？我这么大岁数，啥计划？计划啥将来呀？你别动，你别动。你是不是因为顾嘉诚给你介绍那工作没了，你就想走啊？建真啊，我不能吃你一辈子呀。那你吃谁的？吃你儿子的？你儿子不还在上学吗？他还要考博士生，要是真考上了，又得三年。建真，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你说农村是苦点儿。可是人好活，不像你这城里，你说干啥玩意儿不花钱？你要这么想啊，那咱俩想一块儿去。那你答应了呗？答应了。说好了，不许反悔啊！不反悔。等我退了休，咱俩一块儿回北大荒。不，你到底啥意思？你这是？啥意思？我没啥意思。我跟顾嘉诚谈了，我想跟你复婚。别开玩笑啊！有拿这事儿开玩笑的？我不同意。你为啥不答应啊？我配不上你啊！你拉倒吧，别说那么难听。刚才说我想啥你知道，那你当你想啥我不知道啊？我不答应。那你是怕拖累我呀，还是怕对不住顾嘉诚啊？建真，我都拖累你七年了，早都对不住人家顾嘉诚了。这不你们娘俩死活拦着我，我能厚着脸皮住这么长时间吗？我，你跟我结婚，你就可以在这儿住一辈子？建真，你别让我难受，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你要这么干，我非走不可。我就不让。那你还能咋的？啊！你看着我，把我锁屋里头，不上班了。你还爱我吗？都多大岁数了，还说这？你要是还爱我，你给我老老实实跟这儿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那人家顾嘉诚呢？你爱的应该是顾嘉诚。我只是喜欢他，也愿意接受他。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清楚。可你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爱过的男人。
我现在算什么啊？一个得了癌症的老农民。可是我当初爱上你的时候不老啊。虽然我们有过矛盾，有过争吵，那些都没有关系。 你一直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，你能感觉到。现在我也是个废人了。废人好啊，废人好养活，吃的少。 不喝酒，生钱不是？咋整？这胡同里的臭小子，居然成了 CEO 了。我还以为是来求职的研究生呢。我在网上看到贵公司的介绍，知道你们正在找投资呢。怎么？你能帮忙？这可不好说，得看你的实力和诚意了。这好办，司的高总正在开会。 我过会儿可以让他们给你做详细的介绍。我可不想听那些官样文章，也不想看那些所谓的报表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公司的利润，还是我下一步的计划。我想要听到实话，跟我说实话。 到底还能撑多久？这话从何说起？谢谢。我公司的软件在市场上销售的非常好，但90%可都是盗版，就在你们这大楼门口就有的卖，10块钱一张，而你们却一分钱都得不到。真想把这些卖盗版的全他妈枪毙了。 那现在能说了吗？哎，我的时间也不多，我也很忙。在中关村，像你们这样的公司至少有200家吧。别这么咄咄逼人，好不好？你现在不必回答我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不过，我希望最后听到的是真话。 如果我找到投资，我希望得到投资额的15%。13%。10%。成交。哎，看不出来，你越来越像个生意人了。哎，行了，走了，你准备合同吧，3天以后我带律师来。好，我送你。走了。 煮一下，好，刚好，正合适哈。行，来，您给我粥一下。行，哎，行，慢走啊，哎，行。 快快往那边走，哎，等。
你看着点，后边这吃东西啊，别掉了。走。干什么呢？这是你这找什么呢？哎呀，我那件粉色的毛衣不见了。什么粉色毛衣？就是妈国庆节给我买那件啊，这还有粉色的亮片呢，记得吗？没印象。哎呀，那你帮你找找嘛。你这个柜子里边你找没找啊？哎，你别动那个柜子。啊？算，你出去。你别给我找了，阿姨。这孩子怎么疯一阵儿？你还说呢？妈要在，她肯定知道。你看见你妈了？对，她今天到学校去了。你见着你妈了？嗯。那我说打电话的事儿，你问没问啊？问了。那她怎么说呀？她说她忙着呢，啊，她才不会搭理你。妈，我上班了啊！这工人要放假过年了，工地我得暂时封存。苏秦有信了，你找了吗？找了，人家不愿意见我，我怎么办？哎呦，再过两天就过年了，只要手续没办，就得请人家回来过年啊！我连人都见不着，我怎么请啊？哎，一个大活人，只要你想办法就能找着。忘了当年还是我把你请回来的。行，我找，大年三十晚上一定让他回来吃团圆饭。好。摁什么喇叭啊？来那么晚你还有脸摁喇叭啊？哎呀，冯工，跟您说点事儿啊。有什么事儿上车再说。哎，冯工，今儿个您就不用去了，这是您的工资和分红，还有我个人的一点意思。哎，您拿着，让你拿着。炒我鱿鱼了？啊不是我们炒您鱿鱼，是您炒了我们的鱿鱼。您的雄心太大，我们的庙像容不下您这尊佛。行，那我求您个事儿。哎。您说，把我那俩徒弟留下。哎呦，冯工，真对不住，在没见您之前，您那俩徒弟我给开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那还怎么干呢？你们不用再干了，剩下的活儿都转给别人了。过了年我们就去昌平，那儿一个极大的居民区要开发，够我们吃好几年的。
别太急功近利，啊！盖房子谁都会。10年的古建手艺，你就这么白白的扔了，太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这北京城啊，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大工地了。您说，留到我身边的钱我都不要，那才可惜呢。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我全都听见了。犯不上跟这些势力小人生气。嗯，你有本事，有经验，肯定能派上大用场。我倒不是跟他们生气，我是觉着我特别伤感。这真是啊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20年前，我只知道一门心思打家去。您不也是这么劝我的吗？所以就算了吧。我呀，打个电话预约一下，过2天，带你那俩徒弟，咱们进故宫。啊，这衣服怎么卖的呢？你50。太贵了，啊！我们再转一转，贵了，我们再转转。一会儿再。有心买便宜啊！好啊。20块钱3件啊！来这边，这边看看，您到我这边看看，都是新上的货。晒晒太阳。爸呀，哎，看见我妈？啊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干什么去？找素琴去。上哪儿找啊？干一辈子商业，又把钱拿走了，一定就是开个小买卖什么的呗。走了啊。哎，20卖不卖？20卖了，开业。走，走，老板。这色儿多好啊，金脏。嗯，不看看别的。你不要来上学。给您老婆买，挑一件新上的货。便宜了啊！开业大吉啊！这边，这边看看。大妈，您这边看看呀。哎，大哥，买点啥呀？还不错，北京像这种市场好几十家呢。这跟运气没关系。
我琢磨着你也不会找离家太远的地儿，在这范围内我找着你这是第五家了。有地儿坐没有啊？累死我了。随便坐吧，去哪儿都行。坐这儿吧。哎，喝水吗？喝。你说你这又何苦啊？啊？我不是跟楠楠说了吗？我忙完这段肯定得找你去。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跟他说你最近根本就没空搭理我。那不是都一样吗？这能一样吗？你是我老婆，不粘声不粘语的卷着钱就跑了。闹了半天，追债来了，我还白感动半天呢。你放心啊，我保证只花我自己那半儿。什么叫一半儿啊？什么叫一半儿啊？连总数我都不知道。那你说个数吧，甭管多少钱，我肯定给你那半儿。瞧瞧，你瞧瞧，又急了。我是这意思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那你什么意思？菲黎啊，其实自己做挺好。楠楠也不要了，他都上大学了，再说今年也20岁了，他也用不着我操心，你们都用不着我操心了。陪我吃个饭去吧，找你大半天了，都饿了。自己去吧，我刚吃完。你这人呢，我发现你这要是硬起来，真够硬的。那是。压了7年，再软和的心也给压硬了。行，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说什么。那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王妈让我给你带个话啊。放上晚上，回家过去。到时候再说吧。那就别嘴硬了，你弟妹那儿你又不去，一个人过年呢？一个人过有什么不好？我看换换样挺好。要不年年一家老小挤在一块儿，强颜欢笑的，你不腻啊？我不腻，我觉得特好。啥时候办手续？给我准话啊！我忙着呢。过了15吧，正月16。早上8点，咱俩在那个办事处门口见面，成吗？不见不散。
自渡赤水，出其别难。我回来啦！呀，哎呀，妮子，你早两分钟了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着急。你这干啥呢？搞得跟拍电影似的。定了。干啥呀？这要建真，咱俩结婚吧。以前吧，我总怕连累你，我觉着你跟故宫合适。现在我想通了，远了不说，就说这七年，咱算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。你为我付出的代价，就是正经的夫妻也未必做得到。原先以为我活不了几天了，看现在这意思，还得拖累你个七年八年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成了老太婆了。天真，你这辈子都让我给耽误了，可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再报答你。倒是有来世，我不要来世，我要今生。我要你现在就报答我。我现在不行了，也挣不了钱。那你会报吗？你抱抱我吧。
我说老伴儿啊，这都大年三十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让放炮仗，哎呦，真没劲呐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压好了啊，走。过年了。哎，三儿。哎，你那驾照还没还给你啊？这早拿回来了。哎，你就这么用你哥呀？啊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你也有车用，啊，我这小酒也能喝着，是吧？你这家伙啊，现在鬼心眼越来越多喽。嗨，都是让我老婆给逼的。哎，大哥，嗯，有个紧要事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说。你不是炒房的吗？啊，买了吗？嗨，看了两处，过一段时间就准备去交交头款吧。哦，钱够吗？大哥，你想借钱给我呀？啊，我那儿倒是有点私房钱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要是用，你就拿去。多少钱啊？两万啊！呸！20万，小点声。喂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？啊，你也太小瞧你弟弟了，好好歹歹做生意那么多年，还不存点私房钱？啊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钱既不是借给你的，更不是给你的，是我入股的钱。要不我给你写个借条，俗，太俗。你怎么干我不管，挣了钱按股份分，赔了算你弟倒霉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钱呢，会当成自己的钱用的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也不会辜负你的。啊，我不信谁。我还能不信你吗？那是，三儿啊，跟你说句实话啊，这笔钱呢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及时雨，我一下可以押10套房，而且可以把价格压低，这样的话呢以房养房。我明白了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然后把蛋全归在一起，咔嚓漏。你们哥俩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啊！快搬呢！快喝那鸡蛋！我说鸡蛋，赶紧啊！好，好，哎，来，你也动手，你拿那油。哎，你拿点东，你拿点东西啊！哎，吃点吧。佳轩，你炒嫩点，你妈爱吃脆的。啊，吃点，吃点，吃点。来，您这。爸，您让一下，别烫着啊。好。哎，我来那鸡蛋。爸。哎。回屋歇着去吧。我也没事儿。爸。哎。您歇着去吧。哎。我们这一会儿就好了，您搁这忙着哈，您搁这盯着我们不行。爸，快去。哎。来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。下班了，啊，这两天怎么样啊？嗨，干了7年古建呢，本以为什么都掌握，我进了故宫才知道，不灵。那是，故宫是什么地方？那学问深了去了。站这别动啊，让我瞧瞧。您知道吗，爸？啊。现在在故宫一提您，都是这个。是啊，哎，我把这一辈子全给他了。哎哎，爸，走，上午再给我上上课去。来吧，咱们今天。哎呀，俩人啊，不言而喻啊。阿妈，那石头那啥，他在大兴园里，看着他那宝贝呢。我有小半年没看着他了。我真想他呀！我知道，妈，你老别着急，他也想你老，也想来，可他那事儿啊没弄完，
弄完了弄利索了，我就让他马上就过来看你老啊。我感觉还不如办好了呀。妈，他的户口啊在大兴安岭，等过完节，我抽个空就跟他一块回去一趟，把这事儿办了。嗯，放心。哎呀，老太太还会说文言文了。语言啊，哎，到这点了，妈肯定不来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回头慢慢跟你说吧。20多年的老爷子，说离就离啊。谁说说离就离了？根本就没离。他咋不来过年啊？咋还扔这个家门？年年我们都来一起过。是啊，我说，尤其是现在，就剩他一个人了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过年。那您的意思？去找啊，不，去请。咱们老冯家的人呐，可不能无情无义，一定要人请回来，在咱们家一块过年。听见了没有？我都不知道他住哪儿呀、啊！你不找你哪知道他住哪儿？大哥，你赶紧去、啊！赶紧去吧！去吧，大哥！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慢牛呢？去呀、啊！去吧！去啊！大哥要去不要我开车？大哥啊！哎，我让我让。那啥，大哥，大哥你慢点啊！Thank you.